这次比赛的前提非常简单，每支球队都希望走得更远。毫无疑问，两支球队都怀揣着类似的雄心，那就是一定要在揭幕战踢出精彩的表现。比赛日人声鼎沸，球迷们的歌声嘹亮，充满赞美、自豪和热情，为比赛气氛增色不少。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，那我告诉您的话，比赛刚开始，别急。西班牙对阵意大利。 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
说到大场面先生，就不得不提他。他受球迷爱戴，人送绰号小白。不过从不懂球的角度来看，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？这么说吧，在利用时间和空间方面，他堪称大师。他能够在危险区域找到狭小的空间，送出直塞，领着队友在最狭窄的空间里起舞，传球的分寸与火候拿捏的刚刚好。这种能力你很难在其他球员身上看到。 意大利快速发起了反击，角球即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！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。涅斯塔，纳乔在边路接球会如何处理呢？纳乔及时的抢断，弗朗西斯科拖地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 阿隆索，这次防守很成功，让人感觉他们是冲着球去的。这球拦了下来，反击的好机会。球在拖地脚下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送出一记传中。想要绕过防守队员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 大卫·比利亚，一面是严密的防守，一面是毫无穿透力的传球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在边路寻求机会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维尔、佩德里、保罗·马尔蒂尼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何迪。 马修传了出去，中场里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奥多，弗朗格巴雷西，巴雷西，安德烈皮尔多压迫对手获得了球权，费兰托雷斯，涅斯塔，涅斯塔，将球扑住，惊人的反应速度。拉波尔特得到了对方的球门球，往前传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球在因莫比莱脚下，突破了防线会有进球吗？那抬脚射门，好的，这球又有了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表现得非常沉着，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，非常精彩。可惜最后射门偏偏打飞，但他没有犯这样的错。 这个进球价值连城，取得了关键的领先。尽管这第一粒进球能够有效的提振士气，但他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放松，否则将会葬送这大好的局面。好身体将球抢了回来，维尔，界外球，又一个界外球。 佩德里，这下阻挡阻止了他的前进。佩德里，巧妙的传球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：“兄弟，到此为止吧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”马乔怒射，对方没有一点机会。奥亚尔萨瓦尔，准确的预判。 费德里科·基耶萨，弗朗西斯科·托蒂直接与对手过招。意大利即将带着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。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就被破坏了。尝试调过顶球，安布罗西尼连续的脚下配合，帕维·阿隆索。 佩德里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球传向了侧翼，但是这脚传球不太理想。安德烈皮尔多将球拦了下来，奥亚尔萨瓦尔，这下抢断很漂亮。
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，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再大一些力量就好了。他反应敏捷，将球拦下。你出手就底气不足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。球在安布罗西尼脚下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往中间传去，他希望能抢先一步。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。一句话来形容上半场比赛的话，那就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试探。经过上半场的热身之后啊，下半场可能会踢得更加开放。意大利上半场以微弱的一球优势领先。接下来双方要开始下半场45分钟的较量，一球之差，这个比分很关键。费兰托雷斯，好的，他成功的突破，他会射门吗？意大利凭着冒险的一铲逃过一劫，这就是个不得不铲的球，他们被反击打个正着，最后没办法，只有放铲，做得漂亮。下半场一开始就非常精彩，西班牙非常擅长反击，中场的断球是一方面，关键在于反击的效率，这才是重点。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。的确，在面对强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，我想这很可能成为一场经典大战。安德烈皮尔洛，费兰托雷斯漂亮的抢断，他非常警觉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一路带球走位，漂亮，精彩带球蛇皮走位，只是不巧能否把握住机会。哈维阿隆索把球抢了回来，阿西莫安布罗西尼，奥多何蒂，阿西莫安布罗西尼，瓦雷西。意大利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意识很不错。维尔，他一脸歉意，这并不是他最佳水平。他的意图完全被对方防。打一脚，唐纳鲁马精彩的扑救。我觉得是球门球，是的，裁判判了球门球。替补球员已经站在场边，主教练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。哈维阿隆索尝试拿球，莫拉塔，大卫比利亚，这下把球弄丢了。若日尼奥，罗伯托巴乔。罗伯托巴乔现在沿右路快速突破，拦截的漂亮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菲利普因扎吉，将球传到边路，托蒂，
菲利普一打门，现在打不像皮球，不偏不倚，球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那么再次取得领先，大卫拉亚第一下做得很好，第二下补射他也没办法了。作为最后一道防线，门将如果处理得不够好，那就等着去球网里捡球吧。哎呦，这次换人啊，鼓舞士气，教练换人换得太棒了。这就是作为一名替补应该带来的影响，其他队友都精疲力尽了，而你可以为球队带来新鲜的活力，非常有意义的出场。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进球，这简直是在自讨苦吃。拉波尔特寸土不让，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鲤鱼跃龙门呐、啊，球进了，优势扩大到两球，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。精彩绝伦的头球，太精彩了！这球顶得很扎实，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。要论空中能力，他可是当仁不让。意大利现在已经两球领先，可以说买了一份保险。气势站在哪边，现在一目了然。唯一的疑问是，还会进几个？至少想法很好，稍微减轻了愧疚感。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。不过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了。快速向门前推进，哈维阿隆索，托迪，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、响叮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德尔皮耶罗，安德烈皮尔洛，伊涅斯塔，要有速度才能反击。哈维阿隆索展现了娴熟的带球技术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。奥亚尔萨瓦尔。米克尔·奥亚萨瓦尔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，可惜最后无功而返。这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！这球赛得漂亮，很聪明的跑位，来到了有利的位置。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意识出色，轻松将球截下。菲利普·因扎吉。菲利波·因扎吉确实有自信、有能力那样控球，但稍微带多了几步，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，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埃尔沙拉维，他差一点就成功单挑了整个后防线。华丽的技巧演示，他绝对属于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左右比赛的球员。比赛即将结束，没必要冒险。斯特凡·沙拉维，皮尔洛。保罗·马尔蒂尼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大卫·比利亚摆脱了防守球员。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，他的防守密不透风。球在因扎吉脚下，球在皮耶罗脚下，德尔皮耶罗单刀赴会。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皮尔洛。一下子就把对手给甩掉了，人到球到，反击的机会来了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裁判结束了比赛，意大利现在可以庆祝了，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那么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蔡指导，关于比赛的过程你有何见解？意大利理应获得广大球迷的赞誉，我相信这场胜利将极大提升他们的信心。对于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，怀疑者们有大把的理由可以用来攻击他们，不过我猜现在他们只好乖乖闭嘴了。好的，在今晚直播的最后，解说苗坤和评论员蔡慧强共同祝大家晚安，再见。
Thank you.